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00页，300页第二行。第二句看起，由是可见，会中慎重，多时存生极乐。披红世铠，油花十方，诸佛弘化，如是辗转教化。辗转度脱，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。这是这一小课最后的一段话。我们读了德尊普贤这一段经文，感受很深。普贤之德，说之不尽。不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领会，经上告诉我们，十方诸佛如来也称赞不尽。这个话我们能相信，能接受。为什么？普贤之德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。凡是与信德相应，都是深广无极。皆是不可思议。所以，愿愿都具足大圆满，愿愿都具足一切诸佛如来信德与修德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的修学掌握到一条两条，修到最高的境界，就其如大圆满。一修一切修，一证一切证。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。那么与会这些圣众，无论是在家是出家，是菩萨还是声闻，声闻都不可思议，乃至于天人，为什么说天人不可思议呢？这些天人当中，也是大权实现。这个十六正思就是明显的实现，都是如来
跟大菩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做影响众，以各种不同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啊，这是庄严道场，庄严正法，庄严大教，啊，那么幕后这两句，是故净土，无量无边一切菩萨了，皆尊普贤大士之德，全是表法，啊，全是以身作则，做给我们大家看的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小段，啊，第二口，行愿功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普贤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念老的注解，前面这两句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此地所说的一切功德法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就是一句万德洪名啊，我们只要把心安住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就是具足无量行愿，就这一句，这真叫难行之法了。上两句粗赞诸大师之师德，与会出家在家这些大德们的真实功德，无量者其多其大了，无法称量了，名曰无量啊，什么叫无量？不但没有办法称数，说不出来，也没有办法去思量，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六根以第六意识，就是意识能源的境界最广啊，对外能源到宇宙的边际，对内能源到阿赖耶。换一句话说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他们有圆不到的，但是呢，圆不到心的。普贤行愿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，所以他就圆不到了，这称为无量啊。《摄大乘论》里面解释，不可以譬类，就是譬如得知
为无量，比喻都比不出来。啊，可是中国人有两句话，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，与经上讲的无量相仿佛。他说：“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”这两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？根据什么说出来的？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真的说不出来。啊，所以我曾经请教李老师，中国这些古圣先贤，是不是菩萨应化在中国，以圣贤身得度，现圣贤身而为说法？啊，老师笑着说：“理上讲得通。”事上没证据啊，事上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真是这样的啊。理上来说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无处不现身，无时不现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这是理上讲，讲得通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啊，那么这属于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。啊。佛法里面讲修行，可以用四摄六度，把所有一切行门，八万四千细行，都包括进了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第十一页六度，啊，三藏法术，啊，从六度集经里面记录下来。啊，下面这都是经文。第一个檀那，檀那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布施。啊，施有二种，第一个财施。为以饮食、衣服、田宅、珍宝及一切自身之具，自身之具就是养生所必须的必需品啊，衣食住行嘛，现能施之啊，都能够舍得，都能够布施，这些全都属于财啊，财布施的果报的财富
第二呢是发布施，为从诸佛及善知识，闻说世间处世间的善法，以清净心转为他说。我们所学到的，所领悟到的啊，善法，特别是与性德相应的啊，应该教导别人啊，看能够接受。能够相信，就得要讲给他听，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他能相信，能理解，能依教奉行，无量功德了。那发布施，发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。除这两种呢，大经里头还有其一种叫无为布施。别人有困难，有恐惧啊，身心不安的时候，你帮他安心啊，你保护他，让他离开恐怖，得到身心安稳啊，这是属于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的果报，健康长寿。所以人要学三种布施，你就得到三种果报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很多人相信人有命运，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自己做不了主。一生是命运在支配你，我们看《了凡四训》，袁了凡先生35岁之前，确实完全被命运控制，那是一个读书人。每年参加考试，考第几名，命中注定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古时候读书人，考中秀才之后，啊，国家就养活你，虽然不富裕，你的生活能过得去啊，你不需要做其他的工作，好好的读书啊，参加考试，考试叫功名啊，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啊，皇上亲自做主考，叫殿试啊，考进士，这个就是现在所说的学位啊，最高的学位进士，第二个学位举人，第三个学位秀才啊。了凡先生的命中只有秀才，
没有举人，没有见识。他也很安心，知道自己的命运。寿命53岁，都把他注定了。35岁这一年，遇到云谷禅师。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禅3天3夜，没有一个妄念，不容易云谷禅师很客气，向他请求。你是跟什么人学的？功夫不错。一个凡人，3天3夜不起个妄念，很少见。那你的功夫不错。了凡先生就说了实话：我的命运被别人算定了，这20年来。一点都不差，所以我就相信命运了，不起妄念，起妄念没用处。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：“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”了凡先生请教：“你为什么说我是凡夫？”禅师就把这理事给他说明，只有凡夫才会被命运拘束啊！要是圣人的超越了，他很好奇，很惊讶，难道命运可以改吗？这当然可以改，命运是你自己造的，前世造的。因这一世受的果报啊，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第一个引业，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。你为什么会来做人？这个业是引导你了，这个业是无界十善，引导你来。第二种呢，满意。你生到这个世间来了，贫富贵贱，寿命长短，这叫满意。满意是从哪呢？过去生中修善积德所感的果报，这财布施修的多。喜欢用财帮助别人，你这一生得大福。喜欢尊重别人，谦卑自己，你这一生得贵，得富贵也。喜欢修无为布施，帮助老年人。帮助苦难人，帮助有病的人得健康长寿啊！这叫满意。虽然到人间来是都是得人生，贫富贵贱不一样啊，满意不相同啊。了凡先生明白事实真相之后。请求云谷禅师教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。禅师教他
用功过格做标准。功过格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太上感应篇。这个里面一共说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总共说了190多条。告诉他，你就依这个去做，恶要断，善要修。他回去就真干，发了大心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大心一发，就开始做。第二年去考试，果然不一样了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算命先生算他是第三名，考第三名，他考中第一名，跟算的不一样了，相信真改了。收入也增加了。他就发现考举人考进士都被他考中，他命里没有的，命里没有儿子，特别了行三千善事求个儿子，真的生了个儿子，儿子非常好，他就一个儿子，可是这个儿子给他养了10个孙子，10个孙子，所以家庭人丁兴旺啊！一直到现在，了凡先生的后代，现在过得还是很好，祖宗有德吗？那么这个四篇文章，荀子的四篇文章。流传在世间，得利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这功德多大！自己给大家做一个改造命运的好榜样。命真有，不是没有，可以改，不是不能改。行善积德，就往好的这方面改。如果作恶多端，那就向坏的那边去流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命运确实掌在自己手中。布施里头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福之福布施。好啊，应当要努力依教奉行。六度第二呢，施劳。这都是梵语音译的。华严行善。很多地方都翻为持戒。施劳就是戒律。为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此举一而止而已。这个是施罗的含义来翻译的。正翻止的翻这个意思。从字面上正翻呢，止底下解释了，止恶得善，又翻为戒。施罗在佛家一般讲就是戒律，为戒能防止身口所作之恶。能持戒，你比如五戒里头，叫你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不妄语，
不饮酒，这是境界。啊，这些不善的不能做。啊，防止身口意的恶业造恶。啊，成就你布施的真实功德。啊，如果不懂得修善，依旧还造恶，前面修的布施功德都漏掉了，啊，守不住了。啊，所以布施之后啊，要持戒。啊，持戒之后呢，还得要忍辱。如果不知道忍辱啊，有时候一时冲动，又把事情做错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第三禅体，梵语禅体，华严忍辱，啊，就是忍辱波罗蜜。忍有两种，一种僧忍，啊，为与恭敬供养主，不生骄逸。骄是骄傲的态度，一是放肆，我们讲这很随便，没有规矩。啊，于尘骂达害中，不生怨恨也。啊，样样都能忍。啊，对人对事能忍，恭敬心才能够生得出来。啊，修布施修供养，如果没有忍辱，很容易骄慢。啊，那就错了。把你修学的善法功德给抵消了。啊，第二种呢，法忍，于寒热风雨饥渴，等法，啊，这些就是讲的自然的灾害。能安能忍，不生嗔恚忧愁。前面一个生忍是对人事环境，第二个忍辱法忍呢，是对于自然环境。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。都要能忍，啊，培养心平气和，啊，忍辱还有第三种，第三种是学习，无论学习事出世间法，要能忍耐，你才能成就。啊，不能忍就不能接受，啊，必须得安忍，你才能接受
身心教诲，要有耐心。啊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是不会有成就的。啊，古人教我们，读书千遍，一篇文章叫你念一千遍，你没有耐心，你念不下去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法得成于人，这句话说得非常好。那个一切法是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通通包括在其中。你要想成就，没有耐心是不会成就的。啊，越大的成就就是越大的耐心。啊，忍耐必修的课程。第四个，贫利也，这是梵语，华严精进。啊，精，是精而不杂。啊，纯仪是精华了，静是进步，不退转。啊，精进合起来，无论是出是法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世间成圣成贤，出世间成佛成菩萨，所以不能杂了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啊，为什么杂？心就不一了，心是散乱。用散乱心来学习，学到的是一些皮毛知识，真东西学不到啊。啊，科学技术也要专心才能够学得精。啊，你这个技术啊，才能精。啊，圣贤学问的更不必说了，没有精进啊，可以说你根本就学不到。你所学的是一些皮毛知识，不起作用啊。啊，精是精一，一就精了，二就不精了。啊，中国人教学的理念、方法跟外国人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外国人学东西一开头就是广，什么都学。啊，连小孩在幼稚园，你看他多少科目。有些同学告诉我，算算差不多有十几样。那怎么能学得好？啊，中国人教学从小只准学一样，不能学两样。啊，一样没有学会，不可以学第二样。人今叫你专一，叫你专精，
啊，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，无论学什么，他都能学出个模样出来呀。今天教学的内容，教学的方法，确实有大问题。把人都教坏了，把人心教乱了，这是什么教育？啊，对圣贤教育怀疑。严重的怀疑啊，几乎是根本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啊，圣贤教育确实可以救世，这大家不要它。这怎么办？啊，今天要人相信，他首先伸出手来，拿证据来。啊，你说古圣先贤东西好，现在证据拿不出来。为什么没有人学了？没有人修了？没有证据了？啊，证据在书本里，书本不算。人不相信书本，我要看到事实。啊，200年前没问题。你要看事实，到处都看到。大家相信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大家一起学。出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局面。那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啊，国家大治。啊，人人有规矩，有法度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事关重大。啊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人心坏了，社会乱了，地球灾难出来了。怎么化解？束手无策。啊，古人东西天天是好，没有人相信。啊，必须要做。实验点啊，真正做出来了，他看到了，他相信了，他才认真去学习，去研究。
啊，那个试验点越多越好啊。只有这个方法了，能把人的信心重新再树立起来。啊，首先是自信心，然后相信祖宗，相信古人。啊，绝不能自高自大，啊，轻视古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翻开全世界的历史，今天这种乱世的局面，在历史上过去没有过。这个动乱这些灾难是怎么形成的？有没有人去研究？啊，跟古时候做一个对比，为什么人家能长治久安？啊，中国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，至少有100年，到150年以上的安定、繁荣。和谐幸福，啊，成为盛世。啊，周朝有陈康、陈王、康王。啊，汉朝。有文景、文帝、景帝，唐朝有贞观、有开元，啊，明朝有永乐，清朝有康乾。啊，都是盛极一时。我们读经史，细心去观察了，你就晓得其中的因果。什么样的因造成盛世？什么样的因衰亡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下一次的衰亡，怕的是人类的大劫难。这个劫难就是核武战争。这个战争会毁灭地球。这不是天灾，人祸。啊，现在许多国家地区
拼命在发展核武，发展生化武器，不是一件好事情啊。这是灭绝人类的一个举动，为什么干这种事情？在因果论里面说，造作这些事情，果报都在无间地狱。没人教他因果报应的事，他真正明白了，决定不肯干这个事情。纵然有这种智慧、技术，也深藏不露啊。那么第二是心精进，为若勤行善道。心心相续，不自放逸，身心都静静的。无论从事是法佛法，决定有成就。你看，能忍能静，他就能得定。第五禅恼。梵语禅恼，华严经律。专心练练，受益不散之为。经律就是禅定。定。他定里头有智慧，静是定，律是慧，定慧均等。才真正能定得下来。慧多定少，心不安定。也就是说，念头很多。如果定多慧少，也定不住，他会昏沉。他没有什么念头，你叫他一定，他就睡着了。他妄念多睡不着，所以心里七上八下。所以一定要定慧均等，才能呢入定。那定有两种：世间定，为色界、无色界定，凡夫所修禅也。色界有四禅，无色界有四定，也是四种禅定，比。色界高，这是世间禅定。佛经上称它为四禅八定。四禅的四种，四空的四种，合起来是八种。前身不一样。修成了，往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没有初六道轮回，所以叫世间。二点呢，除世间禅定，为声闻缘觉菩萨
啊，他们所修的声闻断见思烦恼，超越六道轮回啊，没有超越十法界。他往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，啊，圆觉比声闻的功夫高一等，啊，也没出十法界。啊，菩萨的功夫最高了，尘沙烦恼，乃至于尘沙烦恼的习气都可以断尽。啊，无明烦恼没断。啊，所以他们住在四圣法界上面两层，如果把无明烦恼断了，他就超越了，就超越十法界了，回归自性了。啊，生十宝庄严土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他的身是法性身，他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世界的身体跟环境都是生灭法，就是有生有灭。法性土呢，有形象，但是它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生灭法。啊，有生有灭，就有受量，人受受量。不生不灭了，人没有受量，叫无量寿啊！啊，活的时间再长，他不老，他不衰，这叫无量寿啊！啊，活的时间长，老了。体力精神都衰了，这就是生灭法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天天在变化，刹那刹那在变化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变化频率多高呢？一秒钟1600兆次的变化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听不到，我们接触不到，我们也想象不到。啊，真的就在眼前。啊，现代科学家使用最先进的仪器，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。这非常不容易，这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啊，可是佛说的是1600兆分之1秒，
这一千分之一，一千兆分之一秒还差六百，跟佛法还有一些差距。所以今天佛法里面讲的奥秘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怎么产生的？从哪里来的？到底怎么回事情？科学家发现了，但是讲的没有佛经讲的那么清楚。换一句话说，佛经还是领先科学。大乘教学的目的，不是叫你了解这些思想，这不是主要目的，这是附带。主要是你明心见性，84000法门，门门皆是，没有一门呢，不以这个做终极目标，没有。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还是这个目标，只是这个目标不在这个世间完成，到极乐世界就完成。把这个明心见性分成两个阶段，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再明心见性。如果没有明心见性，那就不是佛法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标准。只要这个方法目标是明心见性的，那就是佛法。不是佛说的，我们也称它做佛法。为什么？跟佛教的、跟佛的目标完全相同。第六啊，般若也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智慧，为照料一切诸法皆不可得。照是照见，了是明了，真正明了一切法不可得，这叫般若智慧。一切法是我们六根接触到的，六根是能见、能照，一切万法是所见、所照，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舌尝、身触，乃至意知，全部包括在其中。用一个言做代表，六根不可得，六种境界也不可得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真的只有自信，本性是真的。除自信之外，全是生灭法。在1600兆分之一秒，这个速度之下，
产生的幻想。啊，这个幻想可以分为三大类：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。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叫大般若。一切法虽然不可得，一切法互相没有障碍。华严经讲的最透彻，离无碍，事无碍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佛说了，什么人真的？佛法确实，今天人讲科学精神，佛法完全符合科学精神，那就是要拿证据来。啊，所以学佛的成就，必须具备信、解、行、证。这四门，你证得了，你才真正成就。啊，你相信，你能够理解，你没有去做，你没有的，可以说丝毫你都没有得到。啊，你所得到的，用现代话说，知识。没有通过，实际生活的检验，你没有真正得到。啊，行，就是你要把你所知的落实在生活。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证明你所解的、你所信的完全是正确的，这叫信，这叫证，啊，那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，释迦牟尼佛所证得的，我也证得了，这才叫学会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才给毕业证书给你，你要没有证得，他不给你啊。会讲不行啊，会写也不行啊，那是知识。必须通过身体力行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，佛法是最高的科学，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法不是宗教了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。
应该要学习。啊，正末后一句，了解一切诸法皆不可得，这样啊，才能通达一切无碍。为诸众生种种演说，演是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演是表演。啊，别人看到你的表演，有疑惑，有问题提出来，你给他解答，那叫说。啊，先看。后说，啊，这先言后说，啊，没有做到就别说，做到之后啊再说。这一段所引的六度集经里头。下面还有一段广六度行啊，这是尘聚光明定义经里面讲的六德行，意思说的广啊，这六条，第一个广施，这六条前头都加了个广字，前面只说布施，这叫广施，旷大越广，摄财越施，为行施者就是修布施这样的人，既怀广大之心，应当知身非常，人心量脱开了，我要辨识学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只为一桩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一切诸佛，一切圣贤出现在世间，就会这种事。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发心加入他的俱乐部，加入他这个团体，我们必须跟他同心同德，同愿同心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来的？来的时候是业力来的。啊，来到这个世界很幸运。啊，遇到了圣贤教育。自己发心发愿，我要加入这个行业。啊，加入这个行列，学圣学贤学诸佛菩萨啊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的目标换了，不是来受苦受难的，也不是来享乐的，
啊，那些是过去生中的业习果报，我们把它放下了，无所谓了。我们今天把佛的啊，来到众生，来到这个世界，目的看作是我自己的目的，我们就加入佛菩萨的行列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当然，首先帮助自己，自己没有离苦得乐，你怎么能帮助别人离苦得乐？啊，这就是科学精神。啊，只有佛菩萨知道，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从迷惑来的。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完全不明了，所以我们看错了，想错了，说错了，行错了，这才造成苦难呢，苦这么来的。如果你觉悟了，你看明白了，你想明白了，万事万物一丝毫不迷惑了，你苦就没有了，乐就来了。那佛菩萨知道真因呢，他用什么方法来落实？用教学。释迦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为我们表演30岁成道。成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完全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。79岁过世，整整教了49年。啊，经典里记载呀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。这个事业是什么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。啊，49年所教的，一生教学的内容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大类。啊，对普世的教育，就对于一切大众，人人都要学。啊，伦理的教育，伦理是什么？伦理是关系，啊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一切万事万物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这属于伦理。第二个，道德教育。第三个，因果教育。这些人都懂了，人不会做坏事情，不但不会做坏事，连不好的念头都不会有。除普世教育之外，还有
向上一找，禅宗的话，更高级的，再往上提升的，那就是哲学与科学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哲学与科学。在佛法呢，讲大乘，明心见性。这是高等的佛学。普通是治世的。中国古人讲的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这是治世的教育。还有向上一种，出离六道轮回，出离十法界。其如一真法界，这才是究竟圆满。我们这一生走的是这一条路啊！现在世间人很苦，苦的原因刚才说过了，迷失了自信，他就苦了。今天问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。完全没有了。不知道人从哪里来，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，这大事啊，怎么能不关心呢？那人不是白活了一生？佛家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得人生，闻佛法，就解决这一桩事情啊！我知道我从哪里来的，我是怎么来的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，我晓得怎样去，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，这叫觉悟啊！这不迷惑所以说佛，佛是什么？佛是印度话，意思就是个明白人。那凡夫就是糊涂人啊！我们学佛就从糊涂人变成一个明白人，就这个意思。知道。发了广大心了。就应当置身非常，身是无常的，四大不净，慧归散坏人是无常，身体是无常的，身体是不清净的，五脏六腑。不但充满了脓血，而且许许多多微生物寄生在其中。细菌呢？
寄生在身体里头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与它共存呢、啊，每一天这些饮食大部分都供养它们了、啊。啊，会归败坏，总有死亡的一天呢、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！知身即不我有，啊，身不是我有。我没有办法占有它，那么身外之物、财物也是虚幻的，身体都不是我了，身外之物哪一样是属于我的？没有，乃至世间万物习皆啊，皆习无常，由是观身非身。观无非无，众心自是了无挂碍呀、啊，你就能够广识了。有点你都想是啊，你的心量就大了，啊，你就欢喜了，你什么事情都做可以做了，你真的看破了。啊，全心全力来修三种布施。啊，无为布施，现在我们晓得。啊，修兰博士告诉我们，这个这是很好的无为布施啊。啊，对自己身心健康。啊，你看他今年73岁，不像70岁的人啊。啊，精神饱满，头脑清楚，啊，给人治病。我问他。根据什么理论？为别人治病，不要用药物，也不要打针，也不要针灸，甚至也不要推拿。凭的什么？凭清净心。啊。告诉我们如何恢复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方法用观想，跟16观经的道理完全相同。啊，用4句话，那4句话就是念咒。啊，让自己跟一切环境沟通。啊，4句话看起来很简单，里面的义理精深博大，无有穷尽呐。啊，做人应该如是，用这4句话做人，用这4句话处事。无往而不利呀、啊！啊，他用这4句话治病呢。啊，第一个，原谅我。啊，请原谅我。啊，对不起，第一个是对不起，第二个请原谅我。
第三句话谢谢你，最后一句话我爱你，四句话出自于真心啊，出自于清净心。一般人念不灵啊，他念灵，为什么？他从清净心念出来的，真心念出来，他是信德。啊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念这四句话是从意识里头念出来的，根源不一样，所以他那个根源能治病，我们这个念出来治不了病。这就是佛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一切法从真实心中做，啊，这四句要从真实心中做，就产生效果了。清净心是真诚心呐，平等心是真诚心呐。经题上只提了这两字，啊，清净平等，啊，那个觉是开悟了。清净真平等是定，啊，清净心。是二乘人的定，声闻缘觉。平等心是菩萨的定。啊，从清净再提升，就是平等心。佛心平等。为什么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平等。起心动念就不平了，啊，那么菩萨虽然不起心不动念，习气没断，不爱平等的大用，诸佛如来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干净了，清净平等到极处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凭自己达不到这个境界啊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在六道里搞轮回，习气染污太严重了啊！我们很想能做到啊，做不到。啊，那算我们很幸运，我们遇到这个法门。遇到这部经典啊，遇到这些善友，下莲居、黄念老啊、李炳南老居士这些善友，啊，帮助我们回归到净宗。净宗的殊胜呢，只要我们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，就成功了。啊，真正安住了，没有杂念了，没有妄想了，我相信这个效果
超过修兰博士。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行菩萨道了。这广六度行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。为什么呢？看破了。看破，你自然就放下了，你就能施能舍，你能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大事因缘啊，度众生的大事啊，是乃至世间万物，悉皆无常，又是观身非身，观物非物，众心自是。了无挂碍啊，你真舍得了，佛能光弘法师，开化愚蒙，故曰光师。这些东西呢，教化众生非常有利益了。第二广戒，戒律也，戒品虽多，不出身口意之三业。为或见众宝珍奇。凡诸可议之物，身虽贫乏了，不忘贪取。这就是有广戒的人。自己虽然很贫穷，看到这些众宝珍奇，不动心呢。为什么？世间万物皆系无常。金刚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或见细妙之色，这什么女色美女，内观修烂生阴离心。他有慧眼，把这个人身体看透了，看到身体里头五脏六腑，没有一样是干净的。那种欢喜爱心马上就凉了，就没有了。乃至不杀不盗不淫，皆身戒也。决定不会犯的。这就是什么？事实真相看清楚，看明白了。或以恶言加矣，别人以恶言来批评我，回报我。来陷害我，这是逆境我愿。现前了，你看，任以善言活语支撑而达。没有怨恨。没有把这些恶业放在心上，
不但是淡然处之，而且能以真诚恭敬待人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他迷惑，我清楚，我不迷。他看我是冤家对头，我看他是佛菩萨，不一样。那这佛菩萨一时迷惑，他要清醒，他跟我一样，乃至不妄也。不其语，啊，决定不以妄言欺骗别人。绝不花言巧语去诱惑别人，啊，两舌是拨弄是非，皆口舌也。口舌有四，这里写了三个，另外还有个卧口。卧口是说话很难听，很粗鲁。啊，这都是不应该有的。菩萨言语如火，心里头真诚，言语如火。复能思维生死。常怀解脱啊，常常想到生死事大了，如何能把这桩事情化解了？啊，这是真正修行。印光大师叫人常常把死字顶在额头上，啊，提高自己的警觉。我要死了，死了到哪里去？念佛往生净土。如果不走这条路呢，那就随业流转，六道里头，随你的业六道去了。这是摆在面前的事实。没有一个例外的。你想走哪一条路？啊，你得认识清楚啊！啊，又能修习道品之要，一般讲道品。37道品，道品里头重要的37条都重要啊！但是今天37品哪几品对我们最重要？这个要知道，你从哪里下手？啊，四念处是看破，
四正勤是教我们如理的选择，四如意足是放下。然后才无根无力，切菩提分八正道才能建立。前面这十二个道品是基础啊，没有前面这十二个，后头全没有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很多人修学，前面疏忽了。问题出来了，啊，现在佛法为什么衰？为什么古时候那么兴旺？绝对不是我们聪明才智不如古人，这我们决定不相信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古人有根，我们现在没有根。又不肯认真把这个根补出来。他补习啊，卧补啊，你根本补出来，决定不能成就。你不要看他，啊，能言善道，啊，乃至著作等身，他要没有根，到最后还是一事无成。啊，然后才晓得扎根是多么重要。净业三福是大乘教，一切菩萨圆成佛道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不依这个就不能成就。不是简单的。啊，第一条里面的四句，那就是扎根教育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谁做到了？怎么做的？啊，现在的人不孝顺父母啊！啊，说孝顺父母那是表面的。啊，细心去观察，母亲教导他的阳奉阴违，表面上顺从，实际上根本没有去照做，这假的。我们要会看呐，你就认识了。啊，对老师也是阳奉阴违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自己有主意，那是主意似是而非。啊，好像是有道理，你细心观察没道理。他错了，他完全不知道。啊，他要知道，他就不迷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总的来说，就从小根没扎得好，所以出这么多事情。啊，想纠正都非常困难。我们用儒释道
来落实这第一愿，这个第一条啊，三福第一福，孝亲尊师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里头113桩事，没有真正落实，这人就是不孝，就是不敬，他就更坏了。更坏了就没指望了。我们遇到这些人劝告他，他不听呢。不听，你就不要再劝了，再劝没用处啊。要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就随顺他吧。他将来在依旧搞六道轮回。苦没吃没受够，受够了他就会回头，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回不了头来。那我们将在第一幅的第三句，落实在太上感应篇，叫慈心不杀了。最后一句是十善业道，修十善业。这儒释道的三个根呢。比什么都重要根之根呢、没有这个第一福，怎么能学佛？所以今天佛法说，所有学佛的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前面这条没有。空中楼阁盖房子没有第一层，他盖第二层。所以你真正要认识衰的真因在哪里，你把它找到。怎么拯救？一定把第一层补出来。非常认真努力把它补出来。不难做到啊！我们汤池做实验，37位老师，我给他是4个月，把根扎下去，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，就是不肯做，心发不出来，所以发心太重要了。如何坚定信心？发大愿心，他就做到了。早年这些老师，我给他一个使命感。我说，我们今天生到这个世界，遇到了非常稀有难得的因缘，传统文化是成是亡，就在我们这次的试验，试验成功了，传统文化就继续存下去，试验失败了就灭亡了，这不是小事啊，牺牲生命啊，我们也要把它做好。所以使命感
让他认真去看，啊，做成功了，啊，虽然中心解散，但是在国内在国际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啊，大家口里谈传统文化了，也办讲座，办这些活动，啊，没有白做啊。他们那个发这个大心，那几个月的苦行没有白做啊，真成就了，真是功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